朝老当，殷沙的中南蛮，他们一个一个拱手来降，他灭了周，怨了毛的心，欢了唱。起来一枪，浪之用兵，中原王元帅引征，浩浩荡荡奔明浪，其勇还是中为将，要以我军战大昌。哦，韩世忠，他是何人？起来一枪，浪之用兵。赏儿金牌一面，再去打探。得令。王渊老儿启用韩世忠为大将军，孤家必须亲自前去征战。这八屠龙，速命龙虎帅准备引硝火炮，密运两狼军前后用，誓与韩世忠决一死战。啊！却害得咱们一家各奔东西，满
去投奔舅舅家了，咱们要往两郎关寻找姐夫，不想中途您又病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为子的病不甚要紧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歇息歇息再走吧。姐姐您瞧，前面有个灯亮，咱们过去瞧瞧吧。日赐你我一同前往。我说姐姐，此番到了两郎关，见到我姐夫，倘若他不认咱们，可怎么办呢？我说妹妹，你不要多虑，我了那汉郎绝非负心之人呐。但愿如此，也不枉你这一片苦心。何人在此喧哗？何人在此喧哗？啊，老人家，是我们。这是驿站地方，不许闲人乱吃乱语，快快与我走去。这位老人家，我们是姐妹二人。是我心志中途偶得了风寒之症，故而在此歇息歇息。啊，老人家，你与我们行过方便吧？是啊，您就方便方便吧。哎呀呀，不是肉不是肉，想如今金兵作乱，这驿站乃是咽喉要道，定要小心防守。老人家说的是，我们歇息歇息就走。好好好，你们歇息歇息。多谢老人家。多谢了多谢了。嘿，你们歇息歇息。啊，这位小姑娘，这里来。这里来。老大爷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来问你，你们从哪道而来？我们从京口而来。哦，从京口而来。嗯。要往何方而去呢？要往两郎关投亲去。
哦，要往两郎关投亲去。嗯，你们姓什么啊？我说老大爷，您这儿来。哦，做什么？老大爷，我们姐儿俩是行路的，不想行至中途，我姐姐她病了，我们在这儿歇会儿就走。我们又不是打官司的，又不是奸细，你干嘛这么盘问我呢？这位老人家是父命在此看守，进房的乃是奸细呀。不错，这位姑娘说话就是明鉴，真正的明鉴呐！啊，老人家，她是个小孩子，不会讲话。老大爷，我们这儿把话说错了，您就原谅原谅吧。小姑娘，你也不要生气了。哟，我们生的什么气呀？哎，老大爷，您瞧，我姐姐她还病着呢，这外头风大，我们能不能到里头歇一会儿啊？可以呀。这是德莫，是德的。哎呀，这位老人家真是个好人呐。可不是个好人吗？你们快到里面歇息歇息去吧。多谢老人家，多谢了，多谢了。快到里面歇息歇息去吧。看这位姑娘甚是可怜，有了，待我与她去杯水来。包。将军到此一观吃饮，随我吃饮。有请。小官参见大将军。罢了。多谢大将军。老君，我来问你，这一战地方可有闲杂人等乱吃乱日？一概无有，一概无有。像此事乃是咽喉要道，倘有奸细混日，你可吃罪不起。小官记下了。啊，将军，大将军，你看此事倒也要紧。是啊，此事倒是要紧的所在。啊，将军，大将军，就在此处埋伏一哨人马，提防金人日惹口。待末将回得营去，带少人马在此埋伏就是。将军言得极是。
将军。大将军，听这做官的倒是个爱国之人。是啊，倒是个爱国之人。老君。大将军，我来问你，这一战地方为何有人在此做官，还是个女子的身影？定是行路之人在此做官啊。分明有人在此做官，怎说是行路之人？还不快快地将来！快快地将来！大将军息怒，待小官实言相告。讲讲。哦，是是是，是在黄昏时候来了两个女子，他们言道要往梁郎馆投亲去，行至此处，有一女子身受风寒，小官叫他们在此歇息。他们竟然在此作过，都是小官之过，望大将军宽恕。哦，乃是两个女子作过。正是。将他们快快带了上来，我要问上一问。哦，是是是，两个女子快来，两个女子快来。啊，老人家，还我们何事？好啊，我好心好意叫你们在此歇息，你们竟然在此作过，被大将军听见了。大将军还你们，你们可要仔细了。让您别做歌，别做歌，您瞧瞧，让人家听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有什么过是我做的，待我亲自见他去。好好好，随我来。见过大将军，见过大将军。孤是我做的，待我亲自见他去啊！你不是汉郎吗？你不是红玉贤妻吗？是我吗？你杀的为丈夫的虽然杀敌立功，若不是娘子指引于我，韩世忠焉有今日啊。贤德的娘子，你可好啊？你好啊？你可好啊？
帅的剑引，圣上封我家老爷为兵马大元帅，封我姐姐为定远侯。我家老爷与那乌珠打下战书，昨日在海口交战，被我借压粮草进山听用。我说姐妹们，回营交令去捉。
讨诈两郎识君计，儿身遭劫甚惨凄。你马渡回宋之后，整顿河山，尽得花矣。只因天真与无知交战，本帅兵败，今整顿人马，与无知约定在金山决一胜负。韩延之听得令，在命你建造战船，怎么样了？俱已齐备。韩延之听得令，在命你挑选精兵，登舟取舍。得令，众将官有登舟取舍。啊！韩世忠他来战表，约定今日江口会战。这八头龙，喂，杀！
Thank you.
进禀，为此俺亲身在金山擂鼓指阵，助你兵金山去
要王朝
起招单啊，请进对干啊。
文。